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假如放下一切，反复这场冒险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。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再次和你相恋。假如放下一切，奔赴这场冒险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。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再次和你相恋。我们之间不再是平行线。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。嗯。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嗯。这个呀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但是呢，戴了我的戒指，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好，知道了，严先生。对不起啊，这段时间让你担心了。我保证，我会好好的重新开始。我会回到蓝海和庄家，找回我的身份，找到真相。等我把这一切都完成了，我们就离开这里，找一个你喜欢的地方，平静简单的生活。好，只要你喜欢，哪里我都陪你去。Thank you.